是凌霜披山头，无限清高平行梦。抖音抖音，其实男孩子也可以这么可爱呀。抖音，台下一句理论，诸葛生死分。抖音，十五岁，十五岁。抖音，傲雪凌霜披山头，无限清高平行梦。抖音，你啊你还会回来吗？当我喜欢从眼眶里渗的霜，别动了。你啊你离岸观望，只剩一旁一身凉。抖音。